住在一个小城里边，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。早晨买完了菜，总喜欢到城墙上走一趟。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，人在城头上走着，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眼睛里不看见什么，心里也不想着什么。 要不是手里拿着菜篮子，跟我先生生病吃的药，也许就整天不回家了。家，在一个小巷里，经过一条小桥，就是我们家的后门。现在家里只有一个佣人。 老黄总把药罐里的药渣倒在后门口，这是老黄的迷信。我们戴家一大半的房子给炮火毁了，正房不能住人，我跟他住在花厅里，一人占了一间房。 少爷，少爷，嗯，少爷，那么早就出去了。李岩每天跟我见不到两次面，说不到三句话。我早上出来买菜，他一早就往花园里跑。 他会躲在一个地方，叫人找不着。他说他有肺病，我想他是神经病。我没有勇气死，他好像没有勇气活了。少爷，您又一早到这园里来了。 戴围巾不冷吗？春天了，早晨还是挺冷的。不冷。春天了，您的身体应该好一点。我的身体怕跟这房子一样，坏的不能够收拾。您应该多保养，您的心放宽一点，这房子慢慢还不是可以收拾吗？谁叫打着八年仗，现在不是太平了吗？太平。 今天的药方还改吗？不改，我想少奶奶会给我带药回来的。是她买菜去了。妹妹上学去了吗？小姐，还没有呢。哦。
妹妹住在花园的另一角，跟李岩就不像一个母亲生的，她有她的小天地。 哥哥念念不忘过去的荣华，妹妹就不留恋。现在代价没落，在李岩是痛苦与绝望，妹妹就毫不灰心。 回家，我就进了厨房，然后把买来的药带进来，预备交给李岩。也许见了面，不说一句话就分开了。玉文。 你一个人操心，老叫你一个人操心。你怎么老是这样说话？我觉得对不住你。没什么对不住。你老这样认命，我也受不了。这是你的药，用你的老方子。谢谢你，我不想吃。那我多买了。你别走，我们谈一谈。昨晚上你睡得好？还好。能睡就好。全靠安眠药。 何必呢，李岩？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管不住自己。我事不成才，祖宗留下的产业到我手里都毁了，这是一件事情。还有，我们结婚8年了，我病了6年，分住也有2-3年了。妹妹年纪小，只有你一个人照顾，我不愿意你这样受苦受下去。 每天躲在妹妹房里绣花，过你凄凉的日子。我不知道是我撇了你，还是你撇了我。不要说下去了。我们不应该这样下去。我们得好好谈谈。有什么可谈的呢？你好好养病。推开自己的房门。
坐在自己的床上。往后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下去，一天又一天地过过来，再一天又一天地过下去。拿起绣花绷子到妹妹屋里去吧。仿佛在这间屋里阳光也特别好些，过去的事早已忘掉，我这辈子再不想什么。谁知道会有一个人来，他是从火车站来，他进了城，我就没想到他会来，他怎么知道我嫁在这儿？他认识我们家的后门，他停下了，他的脚踩着药渣子。对了，他是念医科的。敲门，没有人听见。他完全认识李岩的家，他从小巷里绕过来。他居然叫李岩，我不知道李岩也是他的朋友。他跳进了花园的墙，李岩认出是他的身影了。是什么？果然是你，想不到是我吧。我一听见人家叫李岩，我就知道是你，张志成。我叫了半天没人理我，我跳墙进来的。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东南西北风把我吹来的。好，让我看看你。是你？是我。是你？是我。十年了。十年了。整整十年了。我们没有见。没想到这几年你竟在哪儿啊。这几年嘛，汉口、重庆、长沙、衡阳、桂林、昆明、贵阳。你一直跟抗战跑。医科毕业了没有？你现在已经是个大夫了。恭喜恭喜。你呢？我逃过难又回来了，看着这个家给人毁了，就等你回来了。是吗？一点变动都没有？有，娶了个太太。哦，哈，那得恭喜恭喜了。少爷，有客人。老黄。哦，老黄啊。哦，张少爷。是我，老黄。好，老黄，头发还没白啊。李岩，老黄可真是看着我们从布点大长大的。张少爷，您这几年在哪儿了？在内地。老黄，把小书房收拾干净，留张少爷在这住几天，再去告诉少奶奶来了位客人，要在这儿吃饭，宰只鸡啊。是。哎，别客气了，还宰鸡呢。张少爷，
这回您真得在这儿多住几天了，我们少爷真想您了。哎，多住几天，这行李我待会儿来搬吧。不不，这不忙呢，我先去告诉少奶奶去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小妹妹呢，她上学去了。哦，这下子我们该好好聊聊了。哎，上下五千年嘛。哎，纵横九万里。少奶奶，老黄第一次来告诉我，我还想不到是他。少奶奶，什么事？来了一位客人，是打上海来的，少爷留他在这儿住下，说请您给宰个鸡。知道。是。少奶奶，嗯，少爷让客人住那两间小书房，我给收拾好了。客人带行李吗？带了，铺盖是我给预备的。客人姓什么？姓张，是少爷从前的老同学。哦，张少爷。现在他说来的客人姓张，也许是他，还许不是他。少奶奶，少爷请您去，给您介绍张少爷。我心里有点慌，我保持着镇静，我想不会是他。换了件衣服，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我想是个普通的客人。站在廊子上看了一看，看不清是谁。他来了。他竟不知道我跟李嫣结了婚。你为什么来？你何必来？叫我怎么见你？这是那人玉文，这是张先生，志成兄，从小的同学，老朋友。大嫂，是你。我成了他的大嫂。你们认识？我们是同乡，从小邻居。那好极了，来，到屋里坐。哎，老黄，大嫂呢？在他自己屋里呢。一弯竹达，今
唱完了，你再给我讲故事。我讲不出来了呀。你怎么讲不出来？两个荷包蛋把我撑着了。啊！张少爷，您走好。这两间屋子您大概还记得吧？我们老爷在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少爷在这儿念书的。张少爷。不用气了，老黄，我不喝茶。您不喝。我不洗了。您脸也不洗。您还没卸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盆兰花。夜里不要摆花了吧？这是少奶奶让我端来的。今天太辛苦你了啊，老黄。不，没什么。您该谢了。请进来。想不到是你，还要你自己送水来。早忘了给你送来，怕你要喝。我晚上不喝水的。留着洗脸吧。谢谢你。这是毛巾、牙刷什么的，都是新的。这些我自己都有的呀。你太周到了。你留着用吧。我们有十年没见了。老黄倒给你预备好洋蜡了，我们这儿一到12点就没电。啊。到12点蜡起的电灯就灭了。我也就要睡了，用不着点蜡了。让你住这间屋子委屈了你，这儿什么都不齐全。不什么都有了吗？我不知道来的客人是你。是的。你床上还短点东西。不短什么了。短一床被单，一条毯子，天还冷呢。我不怕冷。我去拿。不用了，不用了呀。我给拿去。我就来。我就来。你别为我忙了。不，我就来。玉文，不舒服吗？发烧吗？没有，没有热度。我给你拿了一床被单，一条毯子来，我来给你铺。这真太不敢当了。不要紧。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好了呀。谢谢你。他的病到底怎么样？还好。他肺病多年了，没什么危险吧？没有。
会好吗？会好的。你跟我说实话。就是心脏不大好。哦。可是你千万别告诉他。哦。你明儿再给他好好看一看。哎。明儿见。哦。啊。他睡了吧？睡了。从明天起，让他每天早晨晒太阳。哦，这两天天气很好。哎，天天有太阳。明天一定又是大晴天。哎，我想是的。明儿见。明儿见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就要灭灯了。这跟拉警报似的。你开灯干什么？一会儿就灭了。你请坐会儿吧。这盆兰花很香的。是吗？请坐。明儿见。明儿见。谢谢你。第二天早晨，张大哥，进来吧。哦，今儿礼拜天不上学，换了。后边藏着什么呀？我送你一样东西。什么？你猜。糖。好极了，小盆景啊，有山有树，还是松树呢，还有草地。嗯，谢谢你啊。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。是我自己掰的。哦，那更好了。你哥哥起来没有？起来了，在外头晒太阳呢。哦，怎么你要出去看病啊？我再去给你大哥听听。我哥哥没什么病吧？有一点儿。他像是有神经病似的，总是发脾气呢。张大哥你。哦，现在长大了啊。
兰花太香了，不好。是吗？没什么，晒晒太阳就行了嘛。大嫂，早。早。奇怪，宇文今天忽然叫我晒太阳，晒太阳好吗？好啊，更好是不要老待在家里。大哥，今儿礼拜天我要出去玩去。哪儿去？我跟大门当大哥到处逛逛。大门哥，你说好吗？好，你也该到各处逛逛，十年没来了。哎，我是想去逛逛。大嫂，大嫂。你有意思一块去吗？我啊，你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去。我能去吗？当然能啊，我们一块去吗？好，我们四人一块去。大嫂，你快去换衣服去吧。走，玉文，我们一道去。对了，你们俩好久没一块出去了。大嫂一块去吧。走嘛，大嫂一块去啊，大嫂一块去啊。四个人没有目的的乱跑。我们走上了城墙，我走在后头。他们站定了等我。我们在小河里划船，妹妹唱着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，人们走过了她的身旁，都有回头留恋的张望。他那粉红的笑脸，他似红太阳，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，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。我用过一只小鸟跟在他身旁，我用他那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。第三天早晨，早啊，早。吃过饭撒个谎，我们出去走走，谈谈。上哪儿去？城头上。
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，在这破败空虚的城墙上。你想在城头上待多久？像这样我能待一天。我们到别处去走走好吗？随便你。你怎么老没有意见呢？是你叫我出来的，你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。你跟从前的脾气两样。我变了吗？没变。打仗以前我叫你跟我一块儿走，你说随便我。我不叫你跟我一块儿走，你也说随便我。这些话刚才不都说过了吗？我没等你，我没随便你。假如现在我叫你跟我一块儿走，你也说随便我吗？真的吗？我的脉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我的病好得了吗？当然好得了的。你觉得我应该吃什么药？应该第一要静养，药是没什么用的，绝对不能生气。你说的是对他？不一定对他。不晓得怎么我现在的脾气变坏了，这还是身体的关系。我的太太人是再好也没有了，也就是因为我的身体，夫妻之间的关系弄得这样不正常。没什么不正常吗？你不知道，凡是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她都做了，买菜煮饭管理家务，伺候我这样一个病夫，我是又感激又惭愧。我哭不出，当然我也笑不出。他呢，一个人会在房里流泪，在人面前没有一丝笑容。他对我只是尽责任。他冷，他越对我好，我越觉得他冷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但是我不同意你这样想法。怎么？他并不冷。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，
你替我劝劝他。我不晓得你们认识，如果他嫁的是你，多好啊。你说的太惨了。并不是你来了我才这样的，李岩对我好我明白，结婚的那年我也逼着我自己喜欢他，后来他病了，人越变越怪，我才觉得空空洞洞的，不知怎么是好，我就只有想你。一两年了，李岩对我就只成了一种责任，他是我的丈夫，我服侍他，我得死心塌地地服侍他。我心里是你，我又觉得对不起李岩，你叫我怎么办？可又叫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除非走，我走。除非他死了，我后悔。我心里从没这样想，怎么嘴里会这样说呢？有一个礼拜天，他来了第九天了。张大哥，张大哥，妹妹，哥哥，你在这儿嚷嚷什么？今儿礼拜我找张大哥玩去。你就这么喜欢跟张大哥在一起玩？张大哥在里边，你在这儿叫什么？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？别那么大声叫人，难听吧？啊，哥哥，你要是看见他，你告诉他，说我找他玩去。哎，谢谢你。李岩。你是在外面，我妹妹找你，你没听见？爷，我要走了。怎么，你又要走了？我在这儿住得太久了，太打搅了。那不行，你还是不能走。进来，我妹妹在找你，来，陪她玩。好，来啊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啊，好好好好好，哈哈。大哥，我不会，我不跳了。小妹妹，想不到你喜欢唱歌，喜欢舞蹈，你不像是戴家的孩子了。你大哥不反对吗？他不反对，可是也不赞成，他希望我成一个书呆子。天到晚在家里念书，好像你们都喜欢到城头上来，为什么？这只有这一处好玩嘛，沿着城圈走就走不完的路，往城外一看，用眼睛死劲往远处看，就知道天地不是那么小。张大哥，待在我们这个小城里，尤其是像我们那样的家里，真会把人给憋死的。大嫂每天早上买菜都要到城头上来走一走的，也许那样能使他心里头松快一点，就是这点松快使他有勇气再活下去。
张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听见我说了什么？听见了。那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你将来也许会成个诗人或者是哲学家。瞎扯，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呀。我倒是在想，今年暑假毕业以后，我想到上海去念高中。张大哥，你给我找学校。啊，我让你给我找学校。哦，好好，回去吧。没出门啊？没地方去。有点生气吗？没有。我们谈谈吧。昨晚上。答应我，以后别再瞒着李岩见我了。行不行啊？我有事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今儿个你们俩上哪儿玩来着？啊，在城头上。好玩吗？不是你带我去玩过的吗？看样子你跟妹妹已经很熟了。她是我看着她长大的。她今年已经十六了。还是个孩子呢。是个孩子你就带着她满处跑，你们俩还瞒着人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懂了。她是李岩的妹妹，我是她嫂子，我得管。那我以后不带他去玩了。我回去告诉李岩，说我来过，我不瞒着他。明儿见。跟你闹着玩的，别生气啊。
坐一坐，我们谈谈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？你觉得志成这个人怎么样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先别问，你说你觉得他如何？你的朋友当然好。不，他比我强多了。你提他干什么？妹妹今年16岁了。哦，你明白了。我想让妹妹等志成两。你的意思，让志成等妹妹两年。对了，让志成等妹妹两年。妹妹愿意吗？所以我想找你跟妹妹谈谈。我是哥哥，她总不大好意思。你的意思让我做媒？先跟她谈谈。志成呢？这个也让我去说。当然我去。志成未必肯等吧？他现在又没有，他跟妹妹很好。哦，这是一门很好的亲事。你是这样想？哎，妹妹年纪还小，还在念书，别把这些事情搁在她脑子里。我不想去说。何妨试试呢？缓缓。也好，不早了，你睡吧。安眠药真的不吃了？不吃了。那么明儿见。不要走。早啊。早啊。吃了早饭撒个谎到船头上去找我。干嘛？干嘛？你去买菜去。他让我替你做媒。做媒？你跟妹妹不挺好？你也乐了。我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我跟你说了，愿意不愿意载你？你考虑考虑，回头告诉我。你是开玩笑不是？跟你说的是正经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开玩笑。李岩就没想想，他妹妹才多大？今儿是她16岁的生日。
我走的那年，你不也16岁吗？就没有人给我们说媒。照你的意思，16岁的姑娘是可以提亲了。你说你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愿意，满意了吧？一文，我求你别再逼我，别再这么折磨我了，好吧？我够了。我真后悔。当初我为什么不知道找个媒人？为什么不？你为什么不知道？难处你也不愿意当初。愿意，当初我愿意。那你为什么不？不是你母亲不答应吗？母亲她现在已经死了。可是你现在已经有丈夫。李岩把她妹妹嫁给你不也挺好？我也有点矛盾，我不想跟你走。玉文。Oh, I'm sorry.
如云霞，强壮的青年哈萨克。一文，哎，你也躲在这儿呢？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一文不拔。今天晚上，请你过河到我家。张大哥，为保你的马儿，带上你的冬布马。等到月儿升上来，拨动你的琴弦，爱人呀。我俩像一棵长在树下，像是喝醉，像是做梦。这时候，月亮升得高高的，微微有点风。回去，别进去嘛。
谢谢你。他需要吃一片安眠药。他想，我也许会行短见。我只有忏悔。我恨不得就死，我再没有面目见人。他想到李岩房里有安眠药，是。还没睡啊？我有点头疼。你酒喝多了。睡不着。我那儿有药，还有八片。我就是想吃一片。你自己拿好了。好。看不见，我这儿有洋火。不用。我拿了啊。我也想再吃一片。你多吃没有用的。真傻，一瓶子都拿去了，不要多吃啊。他把李岩的安眠药片倒出来，把维他命的药片换在安眠药片的瓶子里。志成吗？我。你还没睡着。你干什么？你的药呢？哦，志成拿去了。怎么，你也睡不着？
奇怪，三个人都睡不着。你睡吧。你坐。你坐。老家把洋蜡点上。干什么？看看你。挺好的月亮。点上。玉文，来，来。多么羡慕志成，年轻健康，家里有了他就像有了生命。这些年我害得你好苦，让你过没有希望的日子。难得今天我看见你这样的欢喜，你在喝酒的时候我看着你，你的青春还在。我几乎忘记了你会是我的太太，我又想我不该是你的丈夫。我得把病治好，我得活下去，要不不如早一点死，不能再害你了，是吗？告诉我，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喜欢志成？嗯，说实话。开水烫了。你怎么这样的不小心？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么许多话？出去了。李岩，我决计今天走了。昨晚上本打算给你留封信的，但是我不能不辞而别。为什么？我该走了。你不能走。上一次你要走是我把你留下，我这儿很需要你。你的肺病并不严重，注意点心脏好。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处。我说的不是我，是玉文。你在这儿他会高兴一点。宇文，他需要的是你。我几乎做的不是人的事情，请你相信他，一切的责任是我的。谢谢你的药。我希望你多留意。
得改变生活，不再到妹妹屋里去。她曾经这样要求过我。您请用饭吧。哎，把门关上。是。开着，开着。少奶奶，请用饭。我想活下去，我得叫志成走。三年来，他第一次走进我的房间。少爷，用点心吗？少爷，少爷，啊！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快来！少爷不好了。
快到学校请小姐回来。是。李岩，李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黄，先请张少爷，快。是。李岩，李岩。张少爷，张少爷，张少爷，不好了，我们少爷死过去了啊！请您赶快瞧瞧去。快把我药包拿来。是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刚才。是不是已经躺在床上了？是，是老黄请他吃点心发现的。有希望没有？你得救他。少爷，赶快去请小姐。是。李岩，我们都在这儿，我们都在这儿。你心里
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？不要跟他多说话，让他好好静静。妹妹，大嫂，要吃东西了，我已经给他吃了，你放心吧。张大哥，明天要走。等你放了暑假，大嫂，大嫂，你跟张大哥好是吗？是的。大嫂。好了，别送了，你们回去吧。不，我要送。还有很多路呢，让我们送您到车站吧。就是为了还有很多路呢呀。你怕我走不动啊？我给你拿行李。哎，不不不，你看你还是那么淘气，以后别再招你大哥生气了啊。又不是我惹他的。您说少爷的病会好吗？会的。张大哥，你姐儿再来看他呀。明年春天。不，今年暑假。